一款软件帮你省下几个会员，或许你真的很需要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小亮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超级实用的手机软件，可以有效满足你 90% 以上的工作学习需要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拍摄，那相信时间一久，手机就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问题。不用担心，今天小亮给大家分享一款超实用的手机软件，集搜索引擎、网盘存储、文档转换等各种实用功能于一体，可以帮你省下充值其他会员的钱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解锁夸克的强大功能。一、搜索引擎，点击图标进入软件是一个非常纯净的搜索页面，这个页面相当于一个搜索引擎，平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搜索。二、网盘存储，进入页面后点击下方第三个图标即可进入夸克网盘页面，在这里呢，网盘会帮你自动备份手机相册里面的照片，它最大特点会帮助你打造专属的记忆网盘，会根据你所拍摄的照片进行智能整理，根据不同的人物地点进行智能的分类，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证件照、收据或者特殊文件会帮你进行专门的整理和分类。当你急需找到一张很久之前的照片时，相比于其他网盘，夸克网盘搜索起来真的会方便很多。第三，文档转换，点击工具箱，一个超级实用的学习办公工具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，在这里可以实现 Word、PDF、PPT 等智能转换，同时还具有扫描文件、提取文字等功能，是不是直接省下某个 Office 软件还有扫描软件的会员呢？第四，实用模板，在网盘页面往下滑动就可以看到夸克文档，这就是一个具有超级丰富资料的学习神器，点击全部分类就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，里面有大量的免费 PPT 文版、实用范文、考试真题等，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到大学考研、考编、留学等等，你想要的任何资料这里都会有。第五，影视资源，夸克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拥有丰富的影视资源，只有一个文件就可以实现追剧自由，网盘内呢有很多免费的电影、电视剧、纪录片等等，只需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资源，除了在线观看，它还能支持下载以及电视投屏。春节期间十分火热的狂飙我就是在这里看的，是不是又省下了某个绿色软件的会员呢？在这里视频还支持 0.5 倍到5倍速的播放，不管是平时刷剧还是看网课都是非常实用的。第六，小说阅读，除了上述的功能，夸克还是一个强大的阅读器，点击首页下方的第一个按钮即可进入夸克读书，在搜索框中输入你想要阅读的书籍即可开始阅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上述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希望你能够点赞关注，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，一起交流学习。另外我的主页还有很多的干货分享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前去观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收藏。我叫杨小亮，一个热衷于分享的数码博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